娃娃，你干嘛骂珊珊？珊珊只是问一下而已，你在凶什么？你闭嘴啦！两个笨蛋，也没抢到票，气死！娃娃，你自己也不是笨蛋吗？没有抢到票啊！你这个凶大无脑，你骂我笨？对啊，我就是骂你笨蛋，大笨蛋！娃娃，不要生气。好了，你们三个都是好闺蜜，干嘛吵架呢？心平气和的啊，不要吵架了，好不好？珊珊，你生日的时候送你个大礼。大礼啊？什么大礼？一面镜子啊。镜子？为什么？让你看看现在那个蠢样子。娃娃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讲话？你太过分了吧？娃娃，香香，娃娃讲话是直了一点，你不要放心上，好不好？哈，娃娃，娃娃，娃娃，直，我看根本就是刻薄吧。有时候娃娃讲话真的会让人家恨得牙痒痒的。小黎，原来你也会没有尝试的时候啊，牙齿又没有神经，怎么会痒啦？我在帮你说话，闭嘴，走。这几个女孩啊，年轻人呢、啊，我真搞不懂。刘福柱啊，看不得没听过。就是啊，这小孩真的没这福气。那安东哥多好听啊！啊那个。安东哥啊喽，一下无注意，一路锵锵行，一路锵锵去，行过到菜市，一路菜哪地放啊里哟，咚咚哩咚咚哩咚咚咚，安东哥啊喽，安东买菜是真正高，那味素是买当啊餐汤头，一路罐头酒，一路五加冰。怎么都不见了？好歌都不懂得听，安东哥啊喽！哎，香香你回来啦？怎么样？结果还好吗？怎么老是被甩啊？你人又不坏，只是有一点笨。对啊，我的确是个好人。他们每次都说，杜小姐，你是个好人，你值得更好的男人。
么知道？娃娃，你不要这么说嘛，你真的这么讨厌香香吗？怎么会？我爱香香，我超爱香香，我是全世界第二爱香香的人。第二？那第一是谁？他自己啊。香香自恋的程度天下无敌。香香，老实告诉你，如果今天这个男人啊愿意跟你交往，他肯定跟家里有问题，要把你带回去气死他爸妈。香香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喂，你要去哪？吃宵夜。你们不是都说我很刻薄？我吃饱了才有力气更刻薄。酒变好喝了。我还要问你一件事。哎，说，这个酒呢，在你心目中是啥？是啥？对，是典藏品，是珍藏品。说的好。你呢？艺术品。哦。你呢？我是民生必需品。哎，你想想看，每天要没这好酒喝，怎么活得下去？说得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看这个看这个，哎呦，好酒啊！哎，我说老兄啊，这娃娃呀，最近啊，这个脾气变得非常暴躁。没错，哎。他这没事就给人吵架。是啊，他们三个姐妹她本来很好的，最近她吵得是不可开交啊。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她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和蔼可亲，大智若愚，温文儒雅，大慈大不悲？悲你个头啊！石头，你怎么又打人呐、啊？你这个王八蛋、臭鸡蛋、荷包蛋、水煮蛋、卤蛋。哎呀，你别打！不是，这个太过分嘛，你这是让人生气嘛！我最近呢，这个脑筋有点不太好。哦，刚刚有谁说他什么和蔼可亲呢？这温文儒雅，还大慈大悲呀、啊？是谁呀、啊？啊？所以呀、啊，你呀、啊、就出那一张嘴啊！你人呐、啊、就不要在那胡说八道啊！把自己标榜的多好，有个屁用啊！哎，我说老熊啊，我看这样好吧，你把那个瓦拉照，我们当场给他沟通沟通，看看他能不能够把这个脾气的问题改善改善。哎，这也好，这我打电话，来打电话，我打电话。来，我们就不要生气了，咱们喝酒，来来。螃蟹一呀、啊，爪八个，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，眼儿一挤呀、啊，头一缩呀、啊，外公啊，哎呀，过沙河，哥俩好啊，该谁喝？有没有时间呢？八匹马啊，该谁喝？七个桥啊，来一趟，好不好啊？我有事跟你谈。哎哎，那又喝，好，嗯，螃蟹一呀、啊，哎，他说了，他有点事儿。办完了，马上就过来。没事，来，继续，来，好，来，你看，我今天不掌握他。来，螃蟹一呀，抓八个，两头尖尖正大个，眼儿一挤呀，脖一缩呀，爬呀，过沙河。不呀，好啊，该谁喝？八个马呀，该谁喝？七个小花掰。好，我喝呗。其实啊，他是啊故意啊输的，爱喝。我不罚钱，我自己要喝多少就喝多少。你懂什么事？这么全醉了，有事要我来收东西？不对啊。酒又不是我喝的，不收，咋了？看什么看？
今天谁都不准把这玩意儿拿出来。老兄啊，我们的胃口已经被养大了，没有这个东西，酒怎么会喝得下去呢？还喝呢？昨天晚上大家都喝得东倒西歪的，什么事儿都不能干。酒能误事，这个道理到现在还搞不懂啊。熊啊，昨天晚上好像是你先挂的啊。是谁先挂的？就你。谁先挂？就你。不管谁先挂，反正今天都不准喝。一定要先把娃娃那个事儿解决才行。可是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？对，我想了一晚上，结果想到了，我请一个专家。大家好。哎，来了来了。给小月说，我有点困难，想请他来帮忙。哦，有道理，好，真的很好。那我们就言归正传，赶快说主题。好。爷爷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说。你的牙口好吗？牙口？嗯。哎，那很好哎。哦。我都能咬得动哎。火车头。你个死人头。我能咬得动。杠子头。硬啊硬啊。这很好哎。你知道现在很多老人啊，他的牙齿不好，都不敢吃那些纤维很多的蔬菜跟水果。爷爷，你牙齿这么好，那你就要多吃一点蔬果啊。好啊。你知道其实吃素食对我们身体也是蛮好的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你说。我听。牛呢，它是吃素的。对。那吃素的人可不可以吃牛排啊？真。你要吃素？哎，我说营养师啊，对我们这老熊啊，虽然说年纪大了啊，有的时候会断片停在那儿，可是他还不至于到白痴的程度。对，我想你能不能问点稍微有智慧一点的问题啊？哦，小月啊，哎，你怎么那么关心我的问题啊？爷，你在电话里面不是叫我协助你吗？哦。哎呀，我说嘛，这搞拧了。哎，不是爷爷，哎，是我们家那个小孩娃娃的事儿。对，哎，娃娃呀，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情绪忽然变得非常暴躁，没事就跟人家想要吵架呀，想要闹事一样，弄得他们几个好朋友啊，常常的合不来。哎，什么办法可以疏解他的情绪？脾气比较暴躁啊，可能缺乏一些维生素啊，或者是矿物质，比如说像一些 B 群啊、钙或者是镁，如果缺乏的话，我们的情绪就会比较不稳定啊。哦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认真听。你不必这么认真，好不好？稍微保持距离，听到就好。我也很认真，认真没错嘛。那我们再问马总问，那你尽量再做。好，那像那个钙跟镁啊，含量比较多的，就是像一些豆腐啊。那像这个手会冰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是血液循环不好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我的血液循环好，他的血液循环好，你的循环血液好不好？手会冷啊。啊，老兄啊，你的循环也不太好，是不是啊？这手会冷呀。哎，我看你也老糊涂了，哎。牛奶有钙和丰富的维生素 B6 啊，接下来我就是放这个豆腐，豆腐里面呢也有钙和镁啊，菠菜切好洗好了放进去就行了。好了，我到店里去了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好。小林呢，娃娃脾气很拗。
千万不要让他知道这锅汤啊是为了让他舒缓情绪用的啊。我知道了，要不然他就不喝。好，放心去忙。好，哇，小林好香哦，这锅是什么汤啊？我可以喝吗？哎，你不要碰，这一锅是给娃娃喝的。那为什么我没有啊？你不要乱想啊，这一锅汤啊其实是娃娃。快点，你刚好回来，我煮一锅汤给你喝，你帮我试试味道好不好？突然对我那么好，你有什么企图啊？我有什么企图？你是我好朋友，照顾你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啊。哎，你看小林对我最好，哪像只会赊账。妈，这我菜啊才刚放下去，你先帮我喝汤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牛奶锅，暖暖的。香香，你不要闹脾气了好不好？我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你是啊，你还记不记得在我被男人骗的时候，是你一直在我身边关心我，哎，你当然是我最好的朋友啊。那为什么你只有煮汤给娃娃喝，我一口都喝不到？那是因为那一锅汤只有娃娃可以喝嘛。为什么你下毒给娃娃喝？不是，反正你要相信我好不好？走，我请你去吃猪排饭。不呀，大新闻呢，有免费的猪排饭，然后你不吃哦？小林，我在你的眼中就是那种贪小便宜、为了三餐不择手段的人吗？是啊。啊，不是我的意思说，你不要闹脾气了好不好？乖，来，我去请你去吃猪排饭，然后最贵的那一种好不好？我喝喝。张爸支持你，你绝对有资格在这儿发脾气，宣泄你的脾气。嗯，因为啊，我是觉得哈，大家都不了解你，啊，没事就叫你什么不要生气呀，不要难过呀，啊，如果说你不听的话，啊，就说你难搞啊，这都不对。所以张爸觉得，你发脾气宣泄一下也是好的，啊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。只要你觉得心累了或是不舒服了回来，我们都是你的依靠。谢谢张爸爸。哎，现在回去好好洗个澡，换套漂亮衣服，张爸爸请你吃最好吃的猪排。呜，遵命。哈，真好真好。张爸，你什么时候变魔术师啊？你两句话就把香香也搞定了。爸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刚刚那个营养师啊，他给了我一份手册，这份手册上面就是说，如何的让一个人情绪暴躁的时候，或是心态不平的时候，什么样的方法来安抚他们，现学现卖。哦，但是他上面说，只适用于6到12岁的国小生。你认为香香那颗脑袋像是上了国中的吗？刚刚好而已。你说的有道理。这个书还真管用啊。嗯。哇，强度真好，还煮牛奶豆腐锅给我吃，吃我整个心情变好好哦。下次再请他弄给我吃。娃娃，娃娃，你睡了吗？说人人。娃娃，娃娃，咦？娃娃，你干嘛？
我怕你闷呐，所以拿几包吉利贝塔豆过来给你吃。闷？我很快乐啊。你就拿去吃嘛，你知道糖分呢可以让我们心情感觉愉悦，口腔内的甜味感受体直接连接到大脑中分泌脑内啡肽的地方，让你心情畅快。那多少啊？不用钱，我的心意，拿去吃哈。晚安。晚安。这鬼怎么了？饭都那么好啊，还煮牛奶豆腐锅给我吃，居然还拿这个糖，这才四包哎！该不会他转性看上我了吧？哦，天哪，好可怕！四包吉利贝糖豆，一包定价99，四包等于396，请付钱。谢谢。张爸，你对娃娃真的很好哎。花点小钱，让他开心啊，就是最好了。哎呀，我想啊，你得给他换个口味，弄那个苹果沙拉，上面撒点坚果，哎，这样他一定很开心啊。好啊，我也来帮忙。哎，好，现在我们两个的共识就是。想尽办法让他开心。是。哎，如果说他能够开心的话，那多好。嗯，这样子我们是达成共识了。没错。哎，来，嘿，不，要往后拉，对，要往后拉。哇！哦，这里是国色天香，美女如云呐、啊。仿佛是名模的殿堂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当然有关系。怎么会有关系？什么事儿？快说。因为啊，女朋友对你太付出太多，我呢心想回馈，所以我就想帮你炖个鸡汤。你看，我连鸡都带来了。李长伯，他明明是一只鸟啊。嗯，他是鸡。李长伯，香香说他是鸟。它有可能真的就是鸟哦，它是放山鸡，肉质结实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看它，它因为我这个里长平时做太多事情，付出太多，让了我三餐不济，它也跟着我挨饿。不骗你，两个月以前它有4斤半。哇！哟，了不起呀、啊！我看这只鸡跟你在一起还真可怜呐、啊，两个月以前4斤半呢、啊。哎呦，老实说，你带这只鸡来的意图是不是让我捐钱、啊？哎，这话说的严重了、啊，我是看你平常对李明太好了，你不要侮辱人呐、啊。我侮辱你。李长伯，你真的不是来找张爸捐钱的？我，他不是来找人捐钱的，他是来骗钱的，千万小心哦！哎呀，老兄啊，真了不起啊，有智慧，有智慧！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，我是有东西要卖给你的。哦，小林。李长伯要来这里跟你抢生意。嗯，敢在我地方上撒野，报上名来。你什么时候变女土匪了啊？哎，差不多就好了啊，别太过分。太夸张了。沈小林，看到你没骂我，开心光。哎呦，谁叫你对我那么好？你说，卖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留不住演唱会的门票。刘福柱这么厉害啊，还开演唱会？是啊，刘福柱啊，好红啊，他的歌真好听哎。那个安东哥啊，对，只是啊不注意，锵锵锵，你个锵锵起，应该好看。这个我们这个老熊啊，真的是留不住的大粉丝啊！我觉得蛮好听的啊。安东哥，闭嘴！
天哪！哦，你这个唱的歌比杀鸡还可怕呀！哎呀，哎，是，那个票啊，一张多少钱？哎，350。你是我好朋友，所以你就捧几张场啊？捧场啊？100张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明白，1000张，那是办不到的。啊？李尚武，是10张啊？错。只有1张？也不对。那是1张。哎，你这个很过分的，1张都买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请问一下。昨天你去看豪宅的预售屋，最后你买了没有？那个李掌柜，你又不会买豪宅，你去看房干嘛啦？哎呀，你怎么？我跟你讲，那个预售屋里面招待免费咖啡，喝一喝有什么事啊？奇怪了，真是。你到底要不要买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买就是不买。我也不耽误你时间，你请赶快找人买。不买就不买嘛，人家说生意不成人意在，没关系，我走先。哎呦呦，了不起哎！我一拒绝，你立刻就走。哎呦，那么啊，误会大了。怎么？我是到巷口去等你，我等你回心转意。哼，他要到巷口等我回心转意啊。爸，这发生什么事了？胸大无脑大笨蛋，昨天凌晨1点传减肥操给我，2点半传胖子什么化妆变女神，4点又传一个什么胖子修容变女模。柯南像，你笑我胖啊？我是好意耶，我半夜传影片给你，是为了让你可以在镜子面前更加美丽。好心美，好棒。我说香香啊，你这样做也太不应该了。哎，3更半夜传给他这么多东西，你害他不能睡觉。哎，不能睡觉，失眠会让人情绪暴躁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呀，害得我跟小林两个人的苦心全泡汤了。我就知道，你们只关心娃娃，只关心娃娃他心情好不好。那我呢？我心情不好，有没有人关心啊？我关心啊，我也关心你啊。好啊，那现在我心情不好，张爸爸你该怎么办？现在啊。好，我关心。就这样吧。这个音乐盒啊很棒，里边有神隐少女的音乐，听完了很舒压，情绪会好一点。来，这给你。这音乐我要。你要什么都要给我啦，3更半夜都吵我，真是可以吵。娃娃你先吵，半夜干嘛不要手机关静音啊，给我了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啦。我还有一个龙猫的音乐盒，我至少要帮你们一人一个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不行。我要了。郑廷印的小子哈，这我说要送他到医院，他偏偏说自己去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是担心死了，真的是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个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，他死不了的，他死不了。对，大家放心啊，江爸说的话没错，他要死啊，早就死了，早死了，真的早就死了。哎呦！有这么严重吗？哎呦，都。
不是撞到你。哎呦，丈夫，嗯，对不起了，雷丈夫。哎，没事。哎哎，这是我的不对，我呢站错位置，我就站旁边一点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啊，没事。天哪，真的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从来没有看你说过这么标准客套的话呢啊！讲话客气点，我本来就是温文儒雅的人，啊，我讲的话是有道理的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我时常常被抹黑。哎，这样好了，那个谁，那个有家，老朋友了嘛，你就看在我李长流血流汗的份上，那个刘福柱演唱会的门票，最起码捧场个10张嘛。好。就看在你受伤的份上，捧场10张，痛快！好，刘副助的，哎，我也要看，你看我也要看，好看的，好看。好了，我们娃娃有座嘛，我也捧10张好了。哎呦，好啊！哎，他唱那个歌真好听，是吗？安东哥啊，来，一道锵锵，一道锵锵，起，迎接到太极，太极那边东一龙。安东哥啊喽，安东哥啊！哎，你的伤怎么好的这么快啊？啊，又坏了！你在变魔术是不是？啊，嘿嘿，他在变魔术哎，嘿嘿嘿嘿。嗯。你们呢？真的是啊！哎呦，我送你到医院。哎，老板，你们不用，我自己去找了。我送你到医院。不要，不要，自己帮我看着啊！别这样，我是刚好闻到味道，看到商机而已嘛。看到你个屁！人家小林也看到商机，但是不会骗人呢。啊，行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跟你们道歉。对不起。道歉完毕，开始收钱，10张3500，给钱。给个屁，还给钱？不买了。当个朋友总行吧？哎，李长啊，你不是常常跟我们说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。千万不要麻烦别人吗？啊，老兄，你说的真好，让他自己处理，咱们坐，咱们聊，啊，让他自己处理。夏总，你知道你的计划为什么会失败吗？因为你的脸太油，纱布根本贴不住。那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，我这边刚好有几项面膜，这件事情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走。介绍商品，请带路。看到没有啊？这就叫做看到商机，抓住商机啊！真是，小林呐，我就是喜欢他，真厉害，什么都能卖。哎，抓住机会啊！哎，小蒋啊，我要慎重跟你说一下，我跟这个小林呢，帮娃娃炖汤是有道理的。因为娃娃这段时间呢，情绪不稳定，所以我们帮他炖汤啊，让他缓和情绪，不要那么暴躁，一暴躁就吵架，影响你们姐妹淘的感情嘛。我哪有脾气暴躁？我只是说，像他凶的，我老骂他笨蛋，小林视钱如命，骂他奸商。好啦，最近是脾气差了点，我会改。好啦，娃娃。我也不好，我不应该吃味，半夜乱传影片给你了。你看看，多好啊！他道歉，他也不好意思，两个本来就是好姐妹，干嘛吵架呢？来，抱，和气一下，抱。对不起，娃娃，对不起。来，也跟妈妈抱一下吧。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
每次傍晚都叫我扫厕所。这孩子，我也要抱抱。啊！不，跟我没关系。抱。这阵子的确对香香跟小林说话太刻薄了，现在想想真的有点内疚，是不是能做些什么来弥补呢？娃娃，你真的买到五月天演唱会的门票啊？我已经下标啦，三张，我们一人一张。哦，你好厉害哦！快告诉我你怎么做到的。门票啊。等一下，黄牛票应该很贵吧？没关系啦，就当我之前那么失礼，向你们赔罪。哎，老头啊。那个刘夫柱的门票现在是一票难求，你再不买就没油了。没油了就是没油了，我宁愿买黄牛票我也不给你买。你讲这种话，黄牛票那是很恶劣的事情啊。你想想，我要去买五月天为什么买不到，就是被黄牛票给拉走了嘛。哦，哎，你们不觉得李长伯说的很有道理吗？我们好像不应该买黄牛票。哎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是面交付款，那我取消订单就好了。我是这么想了，如果说真的说买黄牛票不是好事情，那我就把它退掉就好了。退你的头！我告诉你呀，千万不可以！你要知道卖黄牛票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啊！你要把它退了，你会出事的。不相信？为了会出事，要不然你试试看。我们该怎么办啦？你们不用担心了，是我下的标。要找也是找我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不行，我们是朋友，要有难同当，我们会把你丢下。是啊，娃娃，你是为了我们去买黄牛票，我们怎么可能弃你于不顾啊？晚上他们就要来面交了，该怎么办？娃娃，快用你这个智慧的脑袋，快想啊！我们去报警。但是如果警察找我们去当证人，那他们就知道是我们报的警，那我们就有危险了。不行，哎呦，那该怎么办啦？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。面交的地点是在巷子口，躲在这里他应该找不到我们。人来了，会不会是张爸爸？如果是张爸，他应该会开灯啊，不是张爸。难道是？这件事是我引起的。我面积比较大，躲在我后面保护你们。别管了，我们赶快走，快点。站住下，你给我出来，我告诉你，躲得了初一，过不了十五的。一句话，怎么样？
不买。什么不买？不行，吴磊，你跟我说，你出来嘛。商量嘛，好商量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吴一，我们快上商量。计划兵，躲去集团屋。你走不走啊你？事情很严重，基本上两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们要听哪一个？先听好消息，平复一下心情。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们买黄牛票的那个人已经被警察抓走了，所以他不会。第二个好消息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演唱会的门票。好，走吧。好，欢迎。不，哎呦，你们别吓我好不好？我这把老骨头会被你们拆散的。哎呦，我天哪！我听说啊，这个经销商只要进你五月天新专辑500张，就奖励一张门票。所以我就用有家杂货店的名义进了1500张，得到3张门票。哦，哎呦，张爸爸对我们真好。可是张爸，1500张专辑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不是说过吗？两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除了平常的 A 套餐跟 C 套 B 套餐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个 C 套餐，就是猪排饭加500元就有五月天的新专辑。有兴趣买2张的话，下次来电影吃饭可以现折50哦。哇！好，好，来一个。那你们先参考一下，我等一下帮你们点菜。好，谢谢。只要购买5张以上，就会再送1张，你要不要？好，这么快就答应了，那你买10张就可以送2张。5张？你会不会做生意？你要50张才有折扣啊？对，50张，好，就这么说定。OK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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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哎，是张董，是小林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是是是是是，100张是不是？啊，太好了，张董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送到你们公司好吗 ？OK，张董，下次见。好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，再见再见再见。手化作翅膀，为梦想开扇窗，让感动带领我们飞翔，记录下的主场，写下自己的热掌，打开了阳光，打开唯一的希望，再高的楼墙也要勇敢去闯，日出前方。
幸福刻画出